华为视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arotonista International of America 的主席，现任的主席。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妇女社团，那我们也是百年来，2021年就100年咯，那我们是百年来第一个我们华人女性有机会担任主席这个位置。在这里真的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碰面，在这里献上最诚挚的祝福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希望我们大家携手同心，希望我们都能够本着女人帮助女人、女人支持女人、女人成就女人的精神，来一起在这一年里面金属富贵，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平安、吉祥、健康、快乐。祝福您哦。